在泰国打这个 junior and cadet 这个金牌赛的时候是男团男双第一名。林夕阳呢，现在他是在也是一个业余型选手，但是他平时呢对乒乓球很有兴趣，所以练的也比较多，是获得团体第五名的好成绩。漂亮。 打的也是比较拘谨，再说也很重视这种比较放松的动作是。提倡的，为什么？教练肯定会踢你一脚。对呀、啊，因为你打完了以后你没有第二把了，对，要回来怎么办呀？是，确实不错。嗯。啊，因为在中国台北队啊出现了也是一个未来很有希望的你。一多米的这个意思啊，在出球的一瞬间。 啊，一定要乒乓球这个水平，和人才。对，我以前也很大，在世界那个里面的高手也很多，甚至他们有时候还要来。是比较凶悍，南方的比较细腻。啊，张国志发球。 先上手。
气上升，到现在打的也是很焦灼。好，不对。第四单局的比赛开始。平分。啊，但是李这个李希阳呢，赢了一局就应该让一分。凶什么时候稳？对，这个凶和稳度把控。打球会不会很辛苦？压力会不会很大呀？是擂台赛也能战胜的。我觉得这个孩子真很可爱的。那练乒乓球的他就怎么扶着走？到自己的爱好，这就是成功的一半。漂亮。有可能接住。啊，也是水平不低的，是漂亮。好，前两局2-0，对手产生。11-10，李欣阳领先一分。如果要让李欣阳，11-10。